在擦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培威，今天来录个 vlog。今天呢，就是一个放空约会行程。然后我早上已经做完了一些仪式了，比如说洗脸啊，然后挤痘痘啊，擦化妆水啊。我已经喝了一杯温开水了，吃好维他命了。最近我买了厚奶茶，但我觉得厚奶茶奶味太重，我本人喜欢茶味比较重一点的，所以我都会自己在泡茶包，然后就是再加一点茶进去，这样再喝，就觉得茶味比较重。我已经感受到亚瑟在大便了。哎，一，喂，嘿，不能吃大便。我们今天的眉毛的部分，我们用高丝的这一盘里面，就是说有红色啦、咖啡色啦，就是各种颜色的部分。那我觉得眉毛有时候带一点粉红色，哎，看起来比较有朝气、可爱一点的感觉。好，那在画眉毛之前呢，我会先用就是眉笔的部分，先把眉毛就是，怎么讲，画出一个形，然后我们再用眉粉盖上去，这样子呢怎么样比较持久，比较不会掉眉毛。虽然说我已经有雾眉了，但是你们知道一整天下来眉毛还是会掉下来。亚瑟现在整个就是很慵懒的趴在我的腿上，想看他正面吗？哦，好的，基本上我的粉饼已经就是碎裂了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是粉饼碎裂的部分，我们就先没关系。好的，完妆，而且我发现我长了好多白头发，怎么样？很夸张哎！天哪！等一下，还没，怎么变这样？那等一下要带亚瑟出去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决定要去哪里，所以就是待会再讨论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决定要去哪里了，我们要去桃园的八德落雨松。哦，天气很好，你看那个云，那个雾，那个云，这云很漂亮耶。你为什么要把它捆？你要把它绑在树上？有人在拍毕业照呢。哎，这样拍上面很漂亮哎。好多人来这里遛狗狗。超多人遛狗狗。坐在地上，然后休息一下，拍个照。今天很多人来遛狗，然后今天天气非常好，看看美丽的上方。你们在等我是不是？对。好了，走吧。好的，我们找到了一家可以带宠物的宠物友善餐厅。十点了，这是什么？一碗红茶。这是一碗红茶。一大碗红茶，$500。而且我会一定要喝得很慢。我也喝得很慢。对，一大杯我可以喝一整天。喝得很无聊。我喝得很无聊。我喝鲜奶茶。
认真还不错。他们那边还有宠物餐，我们有帮亚瑟点一份，还要附一个夹克。你有肚子饿吗？等一下再给你吃你的夹克。怎么办？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他吃多好，牛肉，还有那个，还有蛋，还有蔬菜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你要坐下，你要坐下，坐下，宝贝，坐下，等等哦，坐下，等等哦，有没有握手？好棒，快手，好棒，等等。好吃啊、哦！哎，这家宠物餐厅很不错哎，就是人的食物还蛮好吃的，然后狗狗也可以很自在在这个空间就是跑跑，然后还有很多的狗玩伴。刚好在就是桃园这边，我们刚刚就上那个 IG 打宠物餐厅，然后就看到有人打卡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来这边看看好了，就是结果觉得还不错。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哎，就是这家店放的音乐都是我喜欢的歌，他们就放一些你知道文青类，然后老歌，听得很舒畅、舒服、通体舒畅的歌。对，亚瑟，好的，我今天悠闲的一天分享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按小铃铛，以后看到我的影片就可以怎么样？不是，以后我上传影片就可以怎么样？看到咯，大家拜拜。